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to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r. Xi Jinping. Welcome to Xi Jinping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各位香港市民，你哋好啊，我系汪明荃。各位海内外的华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为各位现场直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our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lcome to the Grand Variety Show in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大家好，我系陈贝儿。大家好，我系邓子峰。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对于香港市民同全国人民嚟讲，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大日子。 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社会进步有目共睹。香港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凯丽。今日嘅晚会将以“心连心，创未来”为主题嘅，而家等我哋一齐嚟庆回归。
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宜人？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数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慢慢来晃动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一
林子祥、葉倩文、多位 TVB 藝人同埋年輕歌手，多謝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現場樂隊、香港兒童合唱團同埋一眾青少年制服團體，同大家一齊慶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成功實踐。今天的在香港成功实践得到了中央和内地各省市的大力支持，香港社会各界同心协力，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二十年来香港一些重要的履历和非凡的成就。文明同根，文化同源，在接下来送传承这个单元当中，大家将会欣赏到香港中乐团的演奏以及中华武术的展示，这都是粤港澳地区的文化瑰宝。全世界通过一系列黄飞鸿电影认识到香港是怎样去发挥这个岭南的雄权，近年来也都吸引了很多年轻一代参与。好，接着下来等我们一起去众传承啦。Thank you.
喺呢度多谢晒李君贤、何佩文、香港中乐团同埋中华国术总会嘅精彩演出。今日我哋国家走向世界，喺国际社会上边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所以我哋除咗努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嘅同时，亦都要学习外地文化，实行文化交流。是的，就像著名钢琴家郎朗，不仅琴艺出色，还经常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今日郎朗咧将会联同一位11岁嘅香港小朋友梁俊成，以及系一位香港嘅国际影星，为大家演出，带嚟一个惊喜。呢一位国际影星除咗喜欢武术之外咧，更加透过佢嘅电影，将中华武术带到好多地方。同时，能文能武的他，也弹得一手好钢琴。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郎朗、甄子丹、梁俊胜。Thank you.
谢谢。唔该晒，朗朗、甄子丹同埋十一岁嘅梁俊成，就好似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咁，喺世界级嘅赛事入面都为国争光，令到我哋身为香港人都引以为傲，光耀中华。接下来在耀中华这个单元当中，大家将会一睹香港运动员的风采，他们为香港争得了荣誉，就是为祖国争光。他们还会为我们分享他们的成功座右铭，每一句说话都是他们深切的体会。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小提琴家姚国、著名歌手李克勤、帕加斯乐队和现场的乐团，一起带领着我们这班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一一登上舞台。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同样以坚毅精神不断进取著称的中国杂技团，他们将会和体育健儿们同台献技，共庆这欢乐的时刻。超越自己，只要未完场都要继续坚持，努力坚持，挑战自己，无惧失败，满怀信心，冲破巨浪，无论目标几高几远都要突破极限，苦干决心是成功的关键，认清方向，坚持信念，保持信心，永不言败，相信自己越强越强。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分一点一百倍威力，当大时代用眼力调动兵力智力，用尽全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分一点都费气力，即使分分一分下刻力，从小喜欢玩光，全可以生发光，从不必看淡光，谁想得毁灭光，谁想得冠军，若果人要力争，若过人劲过人优劣立分，翻着身点火若人，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就是用力量，若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处一声一分一劲一百倍威力，大敌临着我们，大到闯荡的魄力，抱住神力一分一刻一秒一丝一分一秒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题，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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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丰富一生，一分一刻的发明威力。快到更珍重我哋，大道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丰富一生，一分一刻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题。全心奉冠光，全方一生靠望，全不羁好眼光，全心得贵电光，全心心不一个人的中人都要力争，一个人几个人优劣立分，翻着身点火若人。We are the champions.一个国家要繁荣富强，是需要人民齐心协力。今日团结我们在一起，除了是一股力量，还是我们一颗心。人心齐，泰山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万众一心，就能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怀住血浓于水的情怀，在这里祝愿我们的家繁荣昌盛，生生不息。接下来掌声欢迎廖昌永、王祖蓝、于月月、陈倩倩，连同香港儿童合唱团、香港管弦乐团、星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和舞蹈团一起祝福祖国，天耀中华。全世界，同时亦都是国家和世界各地的联系纽带和桥梁。接住下来这个单元会国际将会展示给大家一个非常之超级有创意的香港，绚烂多彩的香港，创意的香港，善于将创意从单一领域向其他艺术范畴发展，比如将一本漫画书可以延伸到电影创作、舞剧领域等等。接下来，香港舞蹈团的艺术家们已经准备好了，将带我们共同走进漫画舞剧的世界，一起来欣赏。
多謝大家一個精彩的演出。講到香港的創意，一定要提到香港的電影，因為很多香港電影已經邁向國際。曾經有些外國的電影人是改編我們香港的原著劇本，而這些原創劇本改編了之後，更加在國際的電影頒獎禮上囊括很多獎項。接下來，古巨基將與大提琴家李垂怡、香港管弦乐团及现场乐队联袂送上一首歌曲《明星》，以此向所有香港电影幕前幕后的明星们致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发光发亮。同时，大屏幕上也将回顾过去香港电影优秀的片段。一橫一直，錯嘅瞓低啦。執執執執執，我要打三哥。你輸咗成世，又講緊南方嘅嘢。
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唔該曬咁多位，香港一向都有東方荷里活之稱，今晚就等我哋為大家展示一下我哋時尚之都嘅繁華。香港嘅時裝界一直都有國際嘅視野，好多世界級嘅品牌一早就進駐香港，繼而接觸大中華嘅市場。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湧現出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時裝設計師，他們設計的作品既具有濃濃的中國風韻，又具有很強的國際范儿。今晚莫文蔚就會聯同我哋 TVB 35位雍容華麗嘅女藝人魅力登場。而且10位時裝設計師更加會運用佢哋嘅時裝設計系列嚟到展示香港嘅特色，閃耀、時尚、活力、地道同埋多變，讓我哋驚嘆香港嘅時尚之餘，亦都感受一下國際潮流元素同埋傳統中華工藝嘅完美融合。
多謝曬咁多位，緊接住有容祖兒同我哋延續呢一段最好時光。谢谢，谢谢容祖儿。朋友们，接下来到了心连心这个单元，殷秀梅、莫华伦、魏松、阮于群将会和香港管弦乐团以及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共同为大家带来《今夜无眠》。愿我们心相连，风雨并肩，幸福岁岁年年。只有以心对心，先至可以凝聚各方的力量。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这一份情怀。接下来这个单元将会有韩女、谭维维和星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再加上舞蹈团一起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不忘初心》。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夜无眠》。天空星河色，梦想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
心，体现了中央对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坚定的决心，对于香港市民深切的关心，对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充满了信心，决心、关心、信心，令到我哋每日坚守信念，自强不息，为美好的香港明天打拼。现在有多位的香港市民会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信念，然后我哋会邀请黎明登场，为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献唱，同我哋共勉。对旗袍每一个细节都好坚持，成件衫都系我亲手缝制嘅。我有一套上海李白嘅绝技《国母遭到》，我用心做好传统点心俾大家品尝。我好希望能够发挥创意精神，成全呢一门手艺。我身为火龙传承人咧，我会将呢个习俗传统承传下去。值得去做嘅事，就算得自己一个都要去做。做义工为我带来好多有意义嘅回忆。但多啲年轻人参与同埋分享，会有分享嘅正能量同爱心。我希望有更多愿意为小朋友付出嘅人加入我哋教师嘅行列。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乘客每日笑住咁答我哋嘅叮叮。要保持渡轮安全行驶咧，其实好大责任。见到乘客嘅笑容，亦都提醒我要安全送佢哋去目的地。佢哋开心满意嘅笑容，就系推动我做得更好嘅动力。每当市民需要我哋嘅时候，我哋一定会走到最前，肩负起灭火同埋救援嘅责任。当成功拯救到一个人生命嘅同时，亦可能已经帮助到佢嘅家庭。等我哋一齐守护呢个地方，建立美好和谐嘅社会。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和共聚，如何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一起去追，同舟
心碎，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隔离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初心继续前进，发挥香港精神，继续拼搏，心连心，创未来。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这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也都祝愿香港繁荣稳定，再创辉煌。让我们高举爱国爱港的旗帜，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团结一心，自强不息，为香港的繁荣发展，为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请全体起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亲临晚会现场的习近平主席，和我们共同合唱歌唱祖国。同时让我们掌声欢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以及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习近平主席来到舞台上。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文艺晚会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祝各位晚安。